不是挺干净吗？不是挺好吗？就是两人孩子玩玩具嘛，玩玩具有点乱而已嘛。稍等，造反，他们两个又在造反。妈，当心点灯。啊，王爷！哎呦！我以为你是，哎呦！我都被打了。哎呦，没事的，哎呦。怎么突然间？就是。我非常突然的都没打了。我本来怕你打我，你知道吗？就没跟你说，直接冲上来。两个孩子刚才把那个沙发上的所有东西，你看，全弄着它。啊，蛮好，蛮好，蛮干净，蛮干净。挺好的，哎呦，好一塌糊涂。那来都来，就参观一下，啊、看一下。我那个，你看搞的那个，你看，就把这个搞散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我就拿掉，今天把这个，要把这个要洗掉。这不要拍进去了，知道吧？给我搞的，你不知道，弄得人这一塌糊涂。你叫不要拍，我叫不要拍。哎，真的是太帅了！真的，你看我那个，你看那个姿势，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我这个不能上镜啊！啊，这个拍镜嘛，到时候会拍进去的，不要拍进去也不能看啊！好亮，好亮，真的。哎，我知道，哎，反正我是你儿子，我觉得你也没有办法，怎么办？其他就没什么，没什么特色哈。那你们弄吧，我们先撤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那我们先走了哈，拜拜拜拜，阿姨拜拜，啊走了，拜拜拜拜，啊明天见，明天过来哦，好，过来哦，啊。